在12月31号，101呢，它将释放188秒的跨年烟火。我们这次希望募集到50台以上的单眼数位相机来做录影。只要你有 Canon 5D2 或者是7D 的朋友，欢迎你来加入我们的行列。让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个创举，用单眼数位相机记录高画质的跨年烟火的活动。相信这个影片 会让全世界的朋友感到惊艳，希望你来加入我们，感谢。